撇短一点。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，尽量写的短小、紧凑，不要写到笔画太粗，写的比较散。竖。形态，左边的竖要细短一点，右边竖要粗长一点，横画。这两个高低要错位，间距啊，基本妥。耳朵旁在左边的时候要偏上，要写的小。竖画要用垂漏竖，要写的垂直。撇不要写太长。横画在撇的中间偏下，横折钩，勾上去，竖画由粗到细，竖完钩，竖要细，拐过来要粗一点，要长一点，向右上方勾出去，这边留出空间。高低要错位，零。竖在横画中间偏右，撇往上面靠，左边的木字要稍微小一点。右边的话稍微大一点，这个竖的话是在横画中间，竖钩要高一点。撇穿插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写的长一点。撇竖捺放。左边小，右边大，有个大小对。四，字形要宽扁，两个竖法往中间写，要有粗细长短的变化，中间两个变成点也可以，横画对，封住口。字形要宽扁。